历，几个月来的资历。那天我就跟美丽讲，妈妈讲可能有一些经济上的问题，我不可以来。然后美丽跟我讲，你喜鹊也是也是给你。然后圣经有一句话讲，你求你必得到。我第二次感受到这份爱，然后我真的回去。然后我回去，每一天都在祈祷，耶稣给我来到这里。然后妈妈又一天跟我讲，金儿，你想你去就去。然后我爸是一个外交友，然后他晚上出去中国的时候就买，手信回来就水晶嘛。然后我就跟爸爸讲，天主教人不应该拥有水晶。跟爸爸讲，哎呀，你很迷信哎。跟我去祈求，跟耶稣讲。当我看到我爸爸，跟他讲，天主教人不应该拥有水晶。结果有一天，爸爸还问我，水晶拿来去给他喝，可以吗？那时候我真的很开心，因为耶稣当时跟爸爸讲，知道。爸爸又拿那个水晶过去给大伯还给他，就我爸爸就脾气比较有点暴躁，跟他讲交给我们家就会不爽不爽的。然后我妈妈跟我讲过，有机会的话还回来。然后昨天我找我表舅母给我私交，然后表舅母也有叫我给他私交，那时候就在想，哎，可以想个妈，就长辈帮我背起，这样有点不好意思。然后就表舅母帮我起家的时候，感觉到她真的很爱她女儿，我妈妈应该也很爱我。然后我帮我表舅母起家，你给她打一个吻，有时仔细想，妈妈会不会逼我逼到太紧？就弟弟表妹，我妈妈就一讲。说你今天考就考了，说你不可以。然后我就心想，我真的很笨吗？我就我也在问我妈，在思考着一直在就是逼他考几个考。然后我舅舅刚刚我为我舅舅祈祷，我舅舅虽然就很多病。然后我想也是能去帮他，然后以前我比较内向一点点，就一回到家就直接进房间，根本都很少跟家人讲话。然后我今天见他，我回家我也跟我妈分享整个生活给我的，然后妈妈也是这样，哎，不要像不要像我妈妈姐姐，然后我妈妈是我代母，她这样。因为我那时也是青年团的那种，然后我就想，你比较像他，就比较喜欢参加这种东西。然后我家里人都比较内向，然后妈妈命令安迪整天跟我妈讲，给你儿参加头脑会啊什么啊。然后我妈讲，哎呦，都考完不可以在啊什么。然后我当时在玩，在祈求耶稣。有一天妈妈听跑来跟我讲。你去同道会参加，可是我的心也是给我那一天，然后参加的就是我，因为真的感觉到天主是爱，天主都很爱大家，然后你们要很多感谢耶稣，赞美他，在我身上发生了第二次，你求什么耶稣会给你，第二次我真的感谢耶稣，谢谢。不好意思啊，要想一下怎么样开头。大家下午好。其实这一次的 retreat 我是没打算来的，因为从去年到今年
在我身上发生了很多很不愉快的事情。我生儿选择放弃了去教堂，我整年没去教堂，我没去听弥撒，连告解都没有。阿该也不用这样子。不过在这两三天里面，在昨天的心里的质疑，我放下了很多东西，感觉整个人很轻松。在这一次的 retreat 里面，让我知道我应该做一样东西，所以我趁这机会在这里邀请一下彭凤莲。在我这么多年的不愉快、不开心，他鼓励了我很多，他也顶了我的脾气，我的脾气真的是非常的坏，所以我在这里跟他说声对不起，谢谢你。所以我把这一次的荣耀归给主。真正的机会一个。这三天以来，我真的很开心，尤其是刚才身体质疑的时候，我就自己一直在那边笑，一直笑，我自己在笑什么？所以我看到一个画面，耶稣走向我，问我说：“肚子饿了没？”然后竟然还带我去 Tesco 买东西吃，买完过后就带我回家，回到家他等我，我等他，他问我会煮吗，我说我不会，他也不会，所以就两个人在那边傻傻，过后他带我出去吃，那东西就留在那边，然后还带我去我很想去的地方走，但我怀疑整个世界巴厘岛啊，哪里他都带我去，所以我很开心，感谢天主，阿门。